来，不是我先吃西瓜了。好，来来来，随便的，来小雨哥吃西瓜，快快快，快点快点。来试试，这个西瓜不是很好吃哈。看我们北大出的刀工啊！我炒菜不行，切菜还是可以的。你要把一整个全部切了之后再动动动动动动，那样切丝切丝。啊，这我先炒鸭子啊，然后面炒河虾啊。哦。现在有热，我要来开炒鸭子了。少放点辣椒，这几天呀太热了。全家人都在上火，现在配料爆香了，就把这个鸭子倒进去。哇，看起来都好好吃，是吧？可以，火关，调大火，火关上大火，马上可以吃过了，然后摘点葱进去。我上次看到一个大咖说，葱切了不好吃，这样手摘的就好吃。所以这样。他就是这么多盘，用锅嘛，锅蒸锅。他没法，要不然他就不能多盘。不用不用，哎，也可以，我能端得了。下油锅，上油，放菜。这第三道菜了啊。哥，我来放了一点我那个辣椒油，要辣才好吃。好，嗯，越辣越好吃，越辣越上火，越辣越好吃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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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现在最后一道菜也做好了，可以开始吃吧。别麻烦了，你看我朋友圈很多人都认识的。吃饭啊，叔叔，快来吃饭了，不然太冷了，来吃饭了。吃饭喽。小雨哥也不说你要过来的，要说我就去给你早上点菜喽。没有，你们农村就是那个好一点。你们是专门过来买锅的？对。吃吧，老罗。没有，吃吧。我吃面，我要吃凉水面，我热的上火了。我咋个不吃？不，我这不是开的。管子再拿吧。啊。啊，那个三个人我帮你交下，我再过来。明年一直到你这里买葡萄吗？明年啊。明年对，我就说你买葡萄。前几天我一吃八个朋友，怎么我现在这边买的？我干妈家种了好多葡萄，好多啊，而且他们家的好吃哎。这个鸭好不好吃？这是那个，就是湖南顺华鸭业，你们知道吗？顺华的那个，哦，像正常那个，是那种成品鸭，然后加工一下就好了。